佢咧就係、二篇加 BR2 就問你夏利娜博士對的。咁第一個咧就係話佢要黑暗做唔得㗎，因為唔夠 energy， 佢唔夠活躍。星島波咧就可以黑暗做，咁所以大家得先問錯啦。第二個就係有 Calafay 會淺色咗，咁如果假若佢喺陽光著下做嘅話咧，佢係會淺色嘅 ，OK？ 因為點解？因為佢題目寫 suitable condition 啊嘛 ，OK？ 咁即係合適嘅環境，咁佢係會褪色嘅呢只。咁啊，跟住第三個咧就係佢 redox 嚟嘅，點解？因為 BR2 咧就有 BR minus 嘅，黐翻上去嗰個嘢度換 H 啊嘛，咁所以屬於 redox 嚟嘅，好嘛？然後同佢放出 HBr 啊嘛，咁所以屬於 redox 嚟嘅，好嘛？